下楼一个没留神，步步惊心下丢魂，全靠反应下台阶，身手不凡净脱身。这难道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凌波微步？隔着屏幕都想拉他一把呀。这是哪一步走不好就直接摔下去的，一步错步步错，哪怕摔地头破血流也要爬起来接着走。楼上邻居有洁癖，衣架天天都清洗，一大盆水往下浇，楼下住户挺来气。这个人是晴天、雨天、下雪天，也不管白天夜晚，还是地上面有没有衣服，他都我行我素，用水去冲洗他的衣架。我跟他说，衣架脏可以用抹布多擦几遍，他说我就浇水，我浇水关你什么事？跟他讲道理，我就说根本没有人这样浇水。人家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这倒好，近邻好似仇人，横眉冷对，沟通无效，衣架干净了却脏了心，多少水那也浇不干净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大叔不慎摔屁墩，回头狠瞪旁边人说，是不是你拉我凳子了？都多大人还搞这无聊的恶作剧，还不承认，不许动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旁边的大叔那真是比豆哥还冤呢。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，一时的误会，一世的仇，俩人差点没大打出手。你说说，这个屁墩要是没有摄像头，那即使全身长嘴也说不清了。都说眼见为实，有时候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网购花了79，一台暖风扇到了手，怎料插电没多久，浓烟四起，开冒火。我刚好插上几秒钟就冒了浓烟，然后结果就着了火，吓得我六神无主。该说不说，所见即所得，这台暖风扇的用完效果和产品效果图那是相当相符。玩笑归玩笑，网购有风险，选择需谨慎，大家一定要选择安全合规的产品。安全无小事，事事需留心，凡事安全第一。小车故障被拖走，摇头晃脑似喝酒，屁颠屁颠跟着走，车窗都跟着打节奏，这车的减震一看呢就有问题。当时还以为是路面不平整，然后放大了看才发现是那个小车坏了，被大车拖着走。小车大车手拉手，今天不醉不罢休，我终于要退休了。